今天是不是又有戒指啊？哇，今天又有戒指，我今天又会收到戒指吗？我今天又是拥有最多戒指的女高中生。我的灯实在是有点不受控，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知道是哪里不受控，反正就这样吧。又来出现了，对啊。唉，我也不太想他出现，但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哦，我今天又收到最多戒指，那我想想今天的戒指要戴哪里。你的手指不受控，什么意思？看来今天会收很多戒指，我等一下再来算一下，我今天看能把戒指戴哪里，直接把戒指当鼻环算了，舌环，舌头也戴一个戒指。哎呦。两浪花可以乱送，送起来了，大家戒指送起来。今天是没有钻石的戒指，讨厌，我还是想要钻戒啦。我会算到婚吗？那先不算了，看今天人，哎，他有没有自动算礼物的？真的没有。我现在讲话会这样，是因为我戴着牙套。Hello， 卢皮。你感受到我的灯什么？我想要一只苦无哦，我想要一只真的苦无。Kira 的励志橄榄帽，谢谢。对呀，官方可以报告的结算时间，是哦。谢谢阿正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阿正。阿正好久不见哎，阿正你去哪了？你去哪了？去哪了？阿正，现在已经144个了。谢谢姑姑妈的橄榄帽，这名就不是帽，这名就是花圈。谢谢，我喜欢，这好可爱哦。谢谢姑姑妈，为什么你们看得到、啊？谢谢妈妈寄的一封信，身高86，我生日也快到了，哈哈哈。我已经看到青鸟的出现了，我看到空这边。我跟你们说，我出现
最喜欢的角色了，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谢谢 Ring 的猪猪米哦，谢谢。下次数字不加了，刚好直播，生日直播。下次，真的假的？真的哎，那我可能会提早一天播。看我，对耶。今天几号？今天还没吧？今天几号啊？今天16。让我看一下，我看看我心情。我不一定会想要在生日当天工作。我想想，自来也不是的好不好？自来也之前就出现了，怎么可能会是自来也？谢谢大家的戒指，希望我今天可以收到500个。大家可以猜猜看是谁，他一出场就死了，哭出来。我那时候一直在吵，我跟我哥吵，我说他一出场就死了，他说对啊。一出场就死了，大家可以猜看我最喜欢的角色。但我现在还是很喜欢鹿丸跟我爱罗，还有小李。又不是又之前也出现过，出场就死。我今天已经刷500个，那好像定高一点，像我今天刷可以刷1000个。一出场就是像小西，他大概打了7集吧。谢谢怀怀，谢谢。波风走，谁？我会不会也不小心被剧透啊？希望不要啦，还是不要被剧透比较好。我是在诱惑你，没有，我是啊，大家记得要去买生写真。然后我收到我的 T 恤，其实我觉得。那个饰品比想象中的还好看，还是我自己可能想象的才。军马旅不是，那是很久以前，军马旅已经很久以前。我现在已经看到青鸟这首歌了，我看到卡卡西要教鸣人新人术那边。没浪花了。姑姑啊，姑姑吗？姑姑，白不是白，白也是很早就出现啊。火影真的可以直接看那个疾风传，火影前面太无聊。谢谢阿邓的红包，谢谢阿邓。后面还会有吗？还会有一篇。他是猜不到啊，可是我给提示很，我想一下，他是杀人还猜不到吗？杀人还猜不到，就是直接公布答案。如果有到1000个戒指，跟我说。谢谢 Ring 的好多戒指，阿斯玛不是阿斯玛，之前就有了。
他是算坏人吧，算是反派，他算是反派。唉，这样比较好吗？这样比较好哎，这样不好。他是反派，我觉得白要发光啊，不在乎。疾风传原创剧情单没有吧？前面没有，是疾风传前面才比较无聊、哦。1000了，真的假的？那么快？那直接变2000啦、啊！看今天能突破多少，希望可以到10000。哇哇哇！有人回来了，等一下、哦。哎、欸，阿正猜对了，赶快进！快点！你才不会上当，你已经上当了，来不及了。我短发好可爱嘛，谢谢，我已经短发很久了，现在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睡觉。哈？睡觉。家里不是还有吗？比较好吃。嗯、好。好热。好，这你猜到了。哈？好吃，但是太熟了。他是哪位？大家猜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好像只有一个字吧。勘九郎不是勘九郎，勘九郎之前就出现过了，忘记那个人的名字。血没过就是血，最喜欢血，然后一出场就直接死掉。那时候血不是穿着那个？就是最大只的那一只傀儡嘛，然后我以为是他的本体，然后我哥那时候在看，在我旁边，他说蝎很帅，我说他蝎很帅，然后他说他还没出来，我说哦他还没出来，也很中二的角色，还好吧，我觉得蝎没有很中二啊。为什么喜欢这角色？因为他长得很好看。真的是我肤浅的原因，因为他长得就是。他长得就是，直接我一看到他一出场，就是他本人一出那个傀儡，我直接煞到我。你不要乱吃，那是我的。啊！不要。其实我觉得还好哎，我昨天吃那一只，我觉得还好，没有到很好吃，就是普通好吃。可是随意批评不太好，也不用批评啊。可是陈思讲也算是，就是说还好的，也是好吃啊。对。不过他也是没错，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也不会太讨人，他的故事也是很感人那种。然后我就被他吓到，可是他长得其实蛮女的，就是其实说他是女的也会有人信，就是说他是女的也不为过，但就是直接吓到我啊，然后他就死了。他小时候超可爱的。Oh, OK， 你是很夸张，你妈回来骂你。对，他会帮我洗脸。现在是帅哥，对吧？现在很帅。我不知道，我现在还好。我晚起。先带婆婆。现在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那时候一直说，现在我你赶快给我爱了，就跟你没有再来一样。哇，那你真的会，其实我目前应该就是蝎了，就是最喜欢的。当然，我对他戏份太少，如果他出现长一点，我应该会超级喜欢。大概跟像喜欢李文一样喜欢，或带。有哦，怎样？哪有李维最帅？李维现在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冰两超帅好吗？冰两超帅好吗？你不懂冰两的帅。谢谢怀怀的告白气球，谢谢。他后面算爆雷吗？没关系，因为我哥已经跟我讲了。我哥就是他说。因为那时候我说他就这样死了，他不可以死，他怎么可以死？他就这样死，我就一直吵，他就说他之后还会再出现的、啊。然后
然后我说干嘛呀？他说啊，反正你一直吵啊。我哥是不是很喜欢暴雷？他不管怎样都很帅，哥很烦，我哥超烦，烦到不行。身高就算身兵长帅成那样，身高不错，有兵长那样的帅度，身高160也没关系，真的。不起，什么都不起。然后不是青鸟那一段的片尾是，你们真的是不要那么糟糕哎，哥哥不要暴雷，你知道吗？太糟糕了。团长，你说艾文，团长跟兵长不一样哦，不要搞混。艾文也还不错啦，艾文就不是我的菜。后面没有，我知道，不要再暴雷我了，大家，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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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是我礼拜一的事情，应该吧，反正是很久以前，也没有很久以前，就是一段时间，看一段时间，关车厨房门啊。你要待很久吗？现在一起聊。你准备好爆嘞，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你看动画，你真的很坏，你不要这样子，太坏了。你这样会讨厌，活该。你妹妹诅咒你交不到女朋友，虽然我就算不诅咒，我哥也交不到了，哈哈。你要说你姐比较常你不要吵。舒凉棉，天然茶树精油，微凉舒爽配方，刚刚好的三分凉。Codex。太堵了吗？不好意思啊，可能听那么差，不要哭。好像说我哥，我不是说你，你也不是我哥啊。不要，还是你帮我哥说，没关系，我哥完全不在乎了。谢谢华莱的三好友，我哥，我哥谢谢你，和瑞平哥同类。哥哥诅咒自带的，没错啊，绝对不是妹妹给的，妹妹怎么可能那么坏呢？我倒觉得蛮坏的。你不要吵。我该带个回来了，我看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啦。哎，我可以讲爸爸问你那个故事吗？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哥啊，就是太久就是他就是完全没有行情嘛，然后有一次他睡，反正就是呢，他睡觉。然后最近我爸爸是留欧洲比较开放，这没差吧？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我爸爸今天很开放，才会留。是吗？跟单身不一样。哦，反正呢，我哥就有一次睡，他说睡很晚，然后他就是。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爸就把他叫起来，然后叫起来之后，他就问我哥说：“你是不是那个同性恋？”没关系啊，爸爸也很开放哦，爸爸也看，爸爸很乐意看到，没关系之类的。就是因为我哥好像太渣了，这是一个小故事。而且是他半梦半醒的时候，我昨天梦到我的大堂弟跟我说，可以帮女朋友顺利。真的？好笑！哇，你真的很惨哎！你真的很……什么时候换你了？不对吧？可是你有两个吧？就是大堂弟，是跟我比较熟那个。你
跟你比较熟的那个。哦，超好笑。因为我跟我比较熟的那个也跟你讲这句话才是最好笑的。我跟我比较熟的那个的讲出这句话比较好。是吗？比较老实，他不会管。哦，哪有？这我觉得跟我比较熟的那个也没有，他也蛮老实的。正常正常。是啊。不是啊，可是他现在没有啊。等一下，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不太好。怀怀要跟哥哥在一起了吗？要跟粉丝在一起吗？要先找到我吗？啊，好笑！不行，你太闹了，我看不下去，我会直接离家出走，不好意思。我也会离家出走。那我干嘛离家出走？你妈也语重心长的，你们家很开放。哎、欸，我粉丝也有，只是妈妈不是爸爸，好好笑。妈妈不开放。是哦。没有，我觉得其实妈妈也还好。好了好了，这个话题要在这边停止。爸爸担心儿子不敢说。但其实我觉得妈妈应该也还好吧。不知道，我也不太懂我妈到底怎样。你可以问她。我曾经问过啊。我去洗澡。怎么叫起来？我妈昨天很啰嗦，一直问你要不要相亲，你不要回。有可爱妹妹，通常都交不到女朋友，真的假的？哇，那是你的荣幸哎。对啊，当父母。是你的荣幸。你闭嘴。不要伤心了，一切都是开玩笑，这是以开玩笑的基础上再衍生出来的话题好吗？不要太认真，不要再忧伤了，你这样送几个好忧伤。不要忧伤啦，不要忧伤啦，搞不好有一天你妹团开窍，帮你介绍一个对象，也不是没有错。哎，如果我的饭圈有人因为我然后交往的话，感觉就很感动。你刚做那不太像，你会为了你的哥哥去介绍你的朋友给你哥哥吗？哦，不会。对啊，那你怎么会觉得人家妹妹会做这种事？可要怎么开窍啊？加油！你知道这一局开窍不开窍吗？不要忧伤啊，灰灰。麦考麦考，我不支持一下哥吗？他随缘呐，他只要有养猫就好了啦。这样直接赚到瑞婷这个妹妹。对啊。我跟你女朋友直接赚到我这个可爱妹妹，算吧。哥哥是吓醒还是随口乱打？你是吓醒还是随口乱打？那时候，他是在外面，然后很大声问说。哦，是哦，我记得他是有走进房间啊。他没有走进房间。是吗？他说：“哦，哈。”爸爸蛮闹的，各种哎，华、欸、华，你这有点过分了、啊，不要，你要我好看，可以啦，你哎、欸，那你以后有女朋友了，记得让她来握手会，我会跟她说你很棒，想想都觉得很酷，希望大家有另外一半可以来握手会带给我看。见家长，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对啊，怀怀那么找我的派，谢怀怀，还是谢谢你啦，谢谢你。奶奶也会感动吗？什么意思？会啊，感动啊，都感动，怎么可能不感动？林那边就有啊，很棒哎、欸。
想当丘比特，还蛮想的哦。那我交往上不算哦，我不会跟你们交往的哦，不要抱有无谓期待了。我16岁，大家。哥哥，好闹，男朋友呢？当然可以啊。好想看哦，就算不是在这里认识的也可以哦。要17了，不要吵。其实我觉得17还，你17吗？还是不行啊？你竟然只有17，不是？我以为你感觉像大学生，你感觉比较大学生。但其实17也没什么，华华你真的是不要找，华华你真的是不要，你不要在这边，我会笑死。不行哦，就算我到21也不行哦，不可能哦，谢谢大家。你明年什么？明年才要统测，加油加油，统测加油，祝你上好学校。我直接 ban 掉你啊，开玩笑，讲这种话直接 ban 掉啊，没再跟你们 hello 的啦。未来会喜欢的类型，真的是不好说啊，不好说。没啦没啦，你会选31？你要生日了吗？生日快乐！生日接近的时候可以来直播，让我祝你生日快乐。回不去17了，其实我觉得17还蛮可怕的，就是16跟17是一个坎，然后17跟18又是一个坎，然后18跟19是一个坎，就是17到20这三年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间，我自己觉得，就是你17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我要18了吗？然后你18的时候就觉得哈我要19了吗？然后19就觉得哈我要20了吗？就是，有点恐怖啦，有点恐怖。就16感觉还是小孩子啊。我们班有交往觉得吗？有哎、欸，我们班有班队。但我觉得其实班队很厉害、欸，我觉得。就是哎、欸，你8月5号生日哦，真的、哦、这么酷？那你跟我很有缘哎、欸。一零四，带你走，走去哪？去哪？去2020 22，耶，就分手了。大家都很坏，大家真的是不要这样，好好笑。我十六岁在干嘛？上课工作。其实是一个指数，很酷。什么意思？就是这样。你说分手吗？什么意思？不是很懂你们在讲什么。19、20特别有感，对啊。18和20比较有感，19是过渡期，而17就是快要18了，也是很可怕、啊。18也算是一种成年。男生20以后就没差。24岁你就要20了，班队那么厉害，大家真的是不要这样子。没有，我国中的时候，我有一个跟我很好的朋友，他们也是国中的时候就一起嘛，然后他们到现在都还是。他们真的是看好他们一辈子哎，虽然我看，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朋友，然后女生跟我特别好，男生就是普通就是普通朋友的，看好他们一辈子哎，我已经做好要去当伴娘的准备了。谢谢金佑的文手礼，谢谢金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不要害我，不要害我。选课会考量有没有他，
算闺蜜吗？对啊。对，我应该直接哭爆吧，感觉我们那一群都会直接哭爆。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光想象就蛮感动的。国中交往到32，哇，好棒哦，很棒耶。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算是会到一辈子，我看好他们啊，我自己。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这么想的，他们那么相爱，他们两个真的很可爱，就是我的朋友们。超过20还是觉得每一年都是坎，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如果20以后也会觉得每一年都是坎，就是天哪，我竟然25之类的，就只要过20岁就觉得自己很老啊。虽然我现在才17，讲这种话好像很不负责任。后面的日子应该对啊，所以我觉得班队很厉害，但是也有班队然后不尴尬的，这也很厉害。现在是怎样？那也很厉害。19到20，不是听说19会特别衰吗？我跟你们说，我之前不是说我跟我家在聊天嘛，讲电话聊天，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他是第一个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的，那时候有感动到，其实他每年都很贴心。反正30才开始，到时候可以归零计算。你还有70年了，假设你可以活到100岁，我的目标，我的就是离开人世的目标是活到100岁，然后自然死亡这样。讲真的，我也太沉重，还好吧，这就是人生必经啊，只是希望自己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可以比较轻松一点，躺在床上这样直接睡着，永远的睡着。对了，听起来就是很安详，就是很棒啊。谢谢丁宇的掌声鼓励。现在问还来得及吗？问什么？里面还有冰天大火，什么意思？你说去当兵吗？高中你那边是不是？他哪天结婚通知我妈？不会，他们是我朋友，为什么要通知你们？太诡异了吧！很量级化的存在，通常上大学不同学校。现在就正在睡，不会啊，不管几岁。只要还有活着的热情，就不会衰退。不是应该要给惊喜吗？什么意思？需要你80就买。我也有想过要80还是90还是100，但我还是觉得100比较一个整数。看到重现，最近很常见，可能太常哈，各位再会了，不是这样的吧？这不是这样的吧？哦，可是现在不是比较短吗？现在当兵时间比较短。谢东东的幸运四月场，没有热情。你现在在看我直播就是一种热情了，追星也算是人生中的一种热情。
我觉得追星是最容易找到你活着的意义的一项东西，所以我还蛮推荐给那些人生没有热情的人，你可以跟他说，那你就不要去追星看看。有想要想听前传，这时候一家问我，其实也忘记，我想要。我就刚刚说，我看一下我购物车，购物车里面的东西都算是想要的清单，里面有没有衣服、包包、化妆品，就是很女子力的东西。想要的话，还是想要做音乐器材之类的，不知道哎、欸。最近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购物欲望。想要财富自由，我想想哦，卡片吧，卡片就是心意的代表，心意最重要了。但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送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因为这也算是一个啦，就是之前的生日礼物都是看购物车给朋友认领的，不然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法蛮好的、啊。虽然惊喜如果收到是自己想要的也很好，但是如果收到的是就是比购物车的东西还没那么有兴趣的话，那就是但也是一种心意，当然也会很喜欢，只是就是这样的方法比较实际，我比较实际一点，不好意思、啊。给予世界人，我怕就是那些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完全不熟这样。不好玩的意义不也不是这么说吧？我觉得不一定要把人生的意义看这么重啊。反正你现在就是活着、啊，就是你，反正你也没有勇气去。你也没有勇气离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啦，反正我是觉得一般人说是没什么勇气，只是会有这个想法而已，就是你也只能活着啊，那你不一定要把人生意义想那么沉重啊，就是就算是一点点好了，他就是你会觉得哦，能遇见他真是太好了。之类的，那就算是你人生的其中一个嘛，就是人生的意义不一定是那么重大的，只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微小的事物的很多个。然后可以把人生想的比较小一点，就是反正你就是只能活，那你就是一点一点给予他意义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不用太有负担。当然，如果对我们来说，如果你实行了这件事情之后，让我们很有负担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就是人生一种东西，尽量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啦。就如果你已经先预想到可能会给成员造成困扰，那可能就是要想一些别的办法这样。大家现在不知道是成年的，好嗨！你今天嘴巴也是很甜哦，虽然你很难接，你已经不忧伤了吧？像是你不要忧伤了。如果知道他们结婚，还可以相信一下世界的美好。世界的美好吗？去看什么？我想一下，我看了什么，觉得世界很美好。你去买周边，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了。去旅游吧，去旅游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我看我的，我现在觉得世界很美好了，可以试试看。哦，买东西的时候也觉得人生很美好啊，然后买东西看到自己还有钱的时候，会不会太现实？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是现实派的，所以我不太担心。大家如果不是现实派，那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好意思这样。结果一人两次，我就是礼物，我直接发下去，哈哈，没有啦。
每周晚上都热情满满，很好，马尔济非常好，非常不错。人生的热情就是清空购物车，也很好啊。够碎的王直接每个朋友贴一个，朋友就直接把家别人都要给你截，都可以，很好啊。这是真朋友，真朋友，真朋友才会这样做。戒指的部分怎么了吗？戒指2000了吗？还是10000了？到整数的时候可以呼叫我一下。之前有人收到整袋的卫生纸，算是奇怪的东西吗？算是哦。但是至少是用得到的吧，我也不知道，要看那个人怎么想。但我收到是会觉得有点小莫名其妙，但是也是用得到的东西，所以也还好啦。只是会觉得 OK 啦，就是有点酷，有点酷，蛮酷的，蛮酷的。自己送的东西一定是别人送过，毕竟你觉得没有创意。你可以写个卡片说你为什么想送这个东西啊，那可能意义就会不一样。Hello，Hello，Hello， 大哥。全世界人都有财富自由的愿望，对啊，好想财富自由，我想要自由，不管是什么自由，都想要自由。我觉得自由是最重要的啦，自由是最重要的。要看你怎么表现吧，就是不是表现啊，就是表达你的热情。要看你有表达，你可以先问啊，如果你想这样做，你可以先问说，如果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有负担，会不会有困扰？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诚实的跟你讲，这样子对两边都比较好，不是吗？但也是要看人的，很怕受到重复的，受到重复的真的会有点小尬，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就是可能写个卡片说为什么会送这个啊，可能就算有这个问题也不会那么迷惑了。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我眼睛没有戴。我艾伦吗？想要自由，我想要自由啊！就算不看巨人，我也想要自由。如果当天有这个话用得到吗？你觉得用得到吗？我可能会直接在路上，就是看有施工的地方就这样。所以就是我刚刚在那边好像倒了，就是应该是从这边飞过来的吧？我把你们放回来哦，大概是这样子啦。谢谢傅伟的。橄榄帽，谢谢傅伟。今天看到初同学也觉得世界很美好，没错，短暂的美好，财富自由就可以一直长期的美好，不觉得想想就是很美好。当你。各方面都已经自由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所以就是尽力努力工，讲什么？尽力努力什么？尽量努力工作，赚钱。唉，七月升学觉得世界很美好，大家赶快买起来好不好？到22号，所剩时间不多，赶快买好吗？大家，像去日本玩的，我也超想，我想出国玩，就是都可以，去哪都好，出国就好。看到香港账单，
你会你看到那些你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很值得啦。反正你全部让你存着，你到你以后还是会花啊，就是现在先花一花，但记得要留一些养老金啊。最顶牌 ，OK OK。很美好，但已经是人生巅峰了。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你可以趁现在还美好的时候，再去寻找下一个美好，这样就未雨绸缪。你这样子每个阶段都会有个美好，就会非常美好。但如果一直美好的话，可能也会感觉疲劳吧。所以可能一段时间没有美好，再隔一段时间遇到小美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是大美好，就会觉得人生美好。付钱的时候不太美好，拿到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美好喽。口罩也不错吧。直播提过的东西都有可能错。大家真的是不要送卫生纸哎！不要送卫生纸，我们家卫生纸有惯用牌子，不要用卫，不要送卫生纸。我觉得钱不能买到快乐这点就是错的，钱是可以买到快乐，钱可以把。你可以把钱变成快乐的形状。财富自由的前提应该是要先出坑，那看你的选择啊，就是你出坑也没关系。就是如果你的你觉得财富自由这目标比较对你比较有吸引力的话，可能出坑是正确的选择。想到以前攻读的时候，公司出去玩要被你买，结果回来给你，这样很好啊。跳到十一号才能买，为什么？抢压线可以吗？不行，很棒啊！你们的公司很明事理，这样子有很人性化，人性化，人性化。觉得现在给下个月升息。对，我认真拒绝了，真的是先不要。特别的卫生纸，看你能掰出什么好不好，我可能会笑出来，然后分给公司的姐姐之类的。如果你们真的想要送卫生纸的话，最美好就是遇见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能听到这种话也是。一种美好，就是知道自己有带给你们别人快乐或是能量之类的，这也是做这份工作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吧，也是初心。就是接收到这类的讯息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值得。告白气球，谢谢，谢谢。哦，海外现在付不了钱，拿去缴罚单。欸，超好笑，但是我觉得很好啊。你知道你的钱要用在哪里？你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小罚单太好笑，这个太好笑了。小罚单太好笑了啦。很好笑，你不要吵。其实我对一首歌没印象，因为跳舞，哈哈。我
都会跳过前面的，除了现在的青鸟以外，我会跳，基本上。很正确啊！谢谢申雪已经结束，很棒很棒。要拿回去居然没有，不可能，不太可能。川奈你有没有课？现在川奈死板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可以发，可能要问一下公司。但我已经拿到了，视频比想象中，比我想象中好看。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可能我想象中的比较。糟糕一点，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哎，意外的，蛮好看。但我也不一定会发了，大家还是慢慢等出货哟。缴罚单技能点满。我真的觉得拿公司手机去找罚单真的太闹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你滤镜基本就先90分，满分100吗？不会意外，看起来就不错，真的吗？太好了，你们真是非常善解人意。圣诞的明信片吗？目前好，我可以跟你们说可以，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吧，对吧？我对我的脸有小自信，这样可以吗？我对你们对我的喜爱有自信，好不好？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吧？这首是我很久以前大概国中，哎，这是国中的时候弹的。国中的时候练习的，但是现在已经忘记了，所以想再复习一下。我已经把谱背起来了吗？因为弹太多次，因为我喜欢这首歌，但其实也还好。我还好是指就是我也不太确定，哈哈。你真的是 no 啦，这首是 I Need You， 可以去听听看。他们的歌都很好听，他们最近有一首新歌，我偶像的新歌。我原本有在想，其实我原本在想，我把我，就大家其实都知道我追星嘛，大家应该都清楚，但我没有跟大家说过，但是我其实不排斥大家知道了。我挺喜欢他们很久，这个真的很可爱。你也不会发现的，大家没听过吗？我其实不排斥大家知道啊，嗯，毕竟我就是喜欢他们啊。可以期待，可以期待，可以期待，期待起来，期待起来！谢谢太阳马逊的温柔礼，谢谢。唯一拿到的，你很期待。对啊。所以我才说追星是一个，
在太阳马戏团玩好礼。谢谢范的玩好礼，谢谢范的。大家很想听一下人。这对我来说，其实我我想一下，我的追星史是从小六开始，但我不是小五，我的追星也是从我的少女时代开始的，大家。所以其实我原本是喜欢我的少女时代的男二，然后知道他有唱歌嘛，然后再喜欢他的同公司的艺人，然后之后才喜欢这个团体，然后喜欢到现在。我特别喜欢里面谁吗？小学经典，对啊，这是什么时候看的？忘记了。谢谢粉的红包，谢谢粉。我跟你们说，我现在这个灯架它会自己下降，所以就是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样，但反正就是这样。这首很适合早上起床的时候听，你会觉得世界美好，有太阳的话。歌的好感都会下，对，这不否认，我从来不把我喜欢的歌当闹钟，我都只用就是手机里面的闹钟。大家可以听听看我现在弹的，不要好了，大家自己去听好了，哈哈，懒得找。仅限假日早上，平日早班起床是没错，这倒是真的。我以前有要喜欢的歌吗？没有哎、欸，因为我不会设定那个把喜欢的歌当闹钟，神经白痴。但我哥会哦，我跟他说，我以前就是小学的时候，大家会做梦吗？就是会梦到早上起床，然后梦到自己在穿衣服，然后准备要出门的时候，你才发现啊，你其实在床上啦，这样。那时候就有梦到这个，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快要起床了，然后那时候是我哥闹钟，那我哥就是会设一些动漫歌当闹钟，像是有时候他也会拿火影的 OP 当闹钟，反正我哥的闹钟就是很吵。然后我就睡一睡，然后听到我哥的闹钟，然后那时候他的闹钟是那种很嗨的那种，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很莫名其妙，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小学还是幼稚园的梦，我到现在还记得。反正就是我就梦到一个爷爷，他就很像，你们知道那个 Dora 的小矮人吗？桥下的小矮人，大家知道吗？就长得很像那个小矮人，然后他就是人的皮肤，然后就是胡子是白的，然后他就反正就长得跟那小矮人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就有点像泰山，然后他就在那个藤蔓上面那边晃，因为就随着那首歌的节奏，大家有感受到吗？然后呢？就是因为那首歌，所以我做了那样的梦。然后那个空间就是怎样，就是很那种，就是有紫色灯光，然后暗暗那种，有点像，有点，就是可能就是想象中的
怪我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大概类似那种感觉，因为我也没去过，就是以我看电视或电影啊，然后想象出来的。那时候才幼稚园，大家那时候才幼稚园。然后反正那个人在里面掉藤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会有长藤蔓，就是反正就是梦嘛。然后就我就跟着掉，然后掉一掉我就醒来，因为我哥闹钟停了，然后他自己还没醒，有够吵的。迟到的梦真的好可怕。但小学迟到其实不会怎么样的。对啊，你想要讨厌什么歌，你就把它设闹钟了。还没看过完整，没说一段一段。那时候是就是很红啊，所以去看。然后看完就喜欢那部戏里面的男二。那是我第一次追星，然后追就追到海外。哦，没有，就是我没有。我跟你们讲，我第一次追星是追我姐追的，我姐。从他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喜欢他现在的团，他现在喜欢的团，他喜欢到现在，超级厉害。我也希望我可以喜欢我现在的团体，喜欢很久很久，喜欢到我成年30、40岁之类的。就以前就是姐姐跟屁虫，就姐姐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这样。但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我姐喜欢的团体。这团体是传奇，日本的传奇，看你们谁，日本传奇。然后，但就是小时候的喜欢就是随随，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不懂啊，就是可能，姐姐喜欢我就喜欢嘛，就随便喜欢的。然后长大才慢慢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很紧张，有警报声吗？好累哦，最不喜欢闹钟。听久了，听到睡着。上学期开学那天，你做过操，我妈然后直接请假。开学那天请假很闹哎，大家不是都最怕开学那天请假吗？就是开学第一天，但其实开学第一天也没有干嘛，就发个书啊之类的，所以请假也没什么太影响的事情。梦到起床去上班那是最可怕，因为你会觉得很安心，就是哦我已经起床了，我已经在换衣服了，我要去上班了，我要出门了，我已经搭上公车。那你其实还在床上。小学时候当值日生，我好像没有这个困扰。就会看到手机有，公司会觉得太惨了吧？我会笑出来。但是我还知道梦见他不会好吗？你现在都用心的喜欢，学生时期很常做已经写完作业的，要哪个买一大堆？你是写作业写到你们睡着，因为都是被叫去扛书的那个，可能你很壮之类的吧。好荒唐，好荒唐。你讲了什么？去学校提供睡着做作业，已经到终点站了。我好像没有坐过站的经验，就是有醒着坐过站，但没有睡着坐过站，所以我在捷运上不太能睡。就是就算你想睡，就是可能就不能完全睡着了。我现在真的是很难正常发音，就是正常发音，
是知吃诗之类的，知吃诗日滋滋滋，嘴巴要张很大才可以正常发音。就是不好的吗？好彩。挺着发呆坐过站，对啊，就是哎、欸，就是那时候可能在想事情，然后想说，嗯，我做到了吗？好像还没哦，就数字已经下一站，开玩笑，真的是很闹啊。醒着醒着，发呆坐过站。我刚念过了，对。五点半去搭火车，真的想说，为什么是五点半？往回坐还是坐过站？不行，往回过来坐过站也太好笑了吧。昨天梦到只有国中第一次自己搭公车，不敢按下车铃，就一直坐回总。为什么会不敢按下车铃？为什么不敢按下车铃？我无法理解不敢按下车铃的理由。为什么会不敢按下车铃？你直接坐反方向来坐过站，然后闹。谢谢 MK 的文手礼，谢谢 MK。高铁坐错车，还要先回台中台湾。不行，一路到台中，你直接去玩了啦，去台中玩啊！直接去玩，直接旅游，直接旅游啊！就是上天给你一个机会去旅游。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直接去旅游不好吗？直接去旅游啊！坐慢车居然睡着，坐过站。共享汽车那你如果没有共享汽车，是不是要请 U-Bike？
开到淡水，车又回头去象山。很闹哎、欸，这个很好笑哎、欸，这个也太好笑了吧？那你是真的睡了很久哎、欸，到台中直接回台中家，你就不打电话跟公公说，就是那个命运安排，我今天要回家看爸妈了，没有办法，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没有办法抵抗命运，不好意思，我要回家看爸妈，对。大家不要乱学，我都乱讲了，我在胡言乱语，大家真的是不要乱听我讲话，相信大家也没有那么笨啦，对。列车不提供载客。这个也太闹了吧！列车北北没有赶你们下车吗？什么意思？现在看马俊文手里波绿草地吗？我现在对我刚刚讲过话已经失忆了，大家可能要提醒我一下哦。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哦哦，命运。OK OK， 我想起来了。安排你不去上班上课，那可能是你的问题。你一直好奇往101那边停止载客的，居然不小心上车会去哪里？你可以上去看看啊，你直接消失，没有了，不知道哎、欸。我对这种事情没有很好奇哎、欸。停止载客会去哪？停止载客会回总部吗？捷运有捷运总部吗？有啊、哦，是哦，最后一站吗？他总站在哪？大家有听到了吗？薪资是，所以不提供载客就回总站。不行，看不到。也就是他们晚上会进保养厂，然后大都站，就是大夜班。嗯。薪资是大家。看瑞婷直播还可以学新姿势，多棒啊！直接偷别人的梗来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梗？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新姿势吧。华华跟蔡满轩都送眼睛液上妆是怎样？不对吧？不对吧？你们两个这样子不对吧？没发现你们上车，就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好惨哦。那高中迟到比较惨嘛，因为高中迟到然后被记，要看啦，看学校，有些学校好像不会怎样，有些学校就是会记你。对，那我觉得记迟到很麻烦，就是如果有人一直迟到的话，你就要一直记，然后你就一堆公式。高中迟到都迟到，每天都四点多去公车站搭公车来看。对啊，四点多好厉害、欸！你知道三点多就要起床了吧？超时，捷运机场，没有开玩笑的，五月车站。好像你有在关注。怎么大家都知道啊？大家怎么会知道这些神奇的东西？再怎么也送眼睛液妆吗？你们真的是不行啊！你们三个区间车是进带状轨折返，那是什么？到大安站才继续载客，好酷哦！袋型鬼，袋型鬼是什么？袋鼠，袋鼠的口袋吗？不要听我乱讲，我在胡言乱语啦。
不要睡就没有起来起不来的事情会发生。大家有站着睡着过吗？我听说雅安姐有站着睡着过，还是一家好像是雅安姐吧？雅安姐有一阵子很累的时候，她说她在捷运上站着睡着，站着睡着是怎样？到底是怎样？怎么睡？其实是长得很像袋鼠的鬼啊！谢谢你耶，谢谢你。好烂哦！我说高三第一节从没去上的人，这样不行啊！虽然你已经成功毕业了。班长也知道老师骂两个小时，哇，那老师也是很会骂哎、欸。他是没课要上吗？功课要带一个多小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老师。我刚刚讲了什么？哦，三点起床，好辛苦哦。那你这样七点就要睡了吧？三点起床到底怎样？我可能直接不睡，直接去学校。去学校睡，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就是一个可以停一台捷运的空间，捷运会直接从另一头开出来。袋鼠的形状吗？对袋状鬼袋很执，很执着。对待痛苦的淡子子，活动惯性指导，你都到教室刚刚说完早就一早麻烦，哇，那你很棒哎，那你很棒。坐校车的时候都是站着睡，到底要怎样站着睡啊？我靠，我先眯一下。可是身体不会自动放松吗？我真的做不到，我顶多就是站着，然后靠着自己的头这样睡，但也睡不着，就是眯眼睛，就是闭着眼睛休息，那也不会睡着。嗯，学校刚好在大安。所以偶尔会有莫名的同学上错课，什么意思？哦，你说上到没有办法搭的车？高三真的会这样吗？被学弟怎样？你那两个字在哪掉？七点还在补习，还没下课。你还在补习一下，哇！你真的是永远睡眠不足哎。但好像有人可以只睡两小时就睡饱，还是怎样？是神吧？他跳最后一节嘛，哇塞！这有老师很狠哎，你们老师太狠了啦！我会气死。如果我们老师那样，我会气死。虽然我们老师好像有那样过，我会气死。太坏了！直接晚放学真的是很坏，晚放学的老师最坏了。不然就是那种就是上课不准时进教室，然后还会给我晚下课那种也不行。如果这边有老师的话，老师要自重哎。谢谢小舅文手礼。如果是上学时间，通常穿制服的陌生同学都会叫什么？会吗？我不知道哎、欸，会吗？哦，我有第一天上学，然后第一天上学都特别紧张，因为是全新的环境嘛，就不习惯。然后那时候就在公车上，然后就看到有穿一样制服的，然后。那他好像来跟我搭话，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反正就变也没有到朋友，就是有聊一下天，当然也不好。
我觉得蛮青春的，这样想起来蛮青春的，蛮酷的。主要喜欢戴手，戴手剑啊。想要睡，怎样都能睡。想让袋子感觉对吧？袋子真的是这样子的，手会这样，然后这边有一个口袋。还没有真的累累过吧？有啦，但就是睡不着。有啦，真的很累的时候拍 MV 的时候真的蛮累的。乌吼的时候拍 MV， 就是休息十分钟完全不够，就是坐在那边就会快要睡着，然后就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就说拍吧，然后就拍拍。找一个能施力的地方撑着就睡着，这样子就是这样撑着，然后如果睡的话不是会没有力吗？会吧，知道耶，睡着不是就是全身放松吗？全身放松的话就会没有，就会没有力啊。谢谢小猪的守护灵，谢谢小猪，谢谢淡水现有象山到淡水，和大安到北投，这样子吹。所以嘞，所以什么意思？我不懂，哎。需要睡十二小时。我发现我如果要睡饱的话，要睡十个小时。大家不是说八个小时就够了吗？我是需要十个小时，但我基本上就是没睡饱也是可以撑着的那种，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的感觉。平时睡很少，假日再补回来，可是这样子假日就会浪费掉。但也看你怎么想，就是如果你觉得睡觉是非常值得的事情，那就是非常不会浪费掉，那就是。可是那个老师不是都通常都是责任心要叫你下课吗？那他就不应该上课晚进教室，知道吗？如果说他真的有责任心的话，他就不会上课晚进教室了。就是因为他没有责任心，然后他没有啦，也不是用于所有老师，好不好？如果他真有责任心的话，他就不会晚进教室了，好吗？他要上晚，他硬要上晚，只是因为他可能他知道他都晚进教室，然后结果就是进度快不行，这样好不好？因为知道一定是睡过站，补觉太坏了吧？真的、哦。要同校的才会叫吧？不对啊，同校的就会下车，才不管他嘞、欸。好像也是哎、欸，好有道理哦、喔。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可能我都太早出门。通勤的点头之交，可以这么说，但之后也没有再见面。青春啊，离你很遥远。不会啊，你看阿凯都可以青春了，还有谁不能青春？阿凯是最青春的那个、欸。第一天你在学到什么有趣的？那你很乐观哎、欸，很好啊，这样的想法很好。袋鼠还会打拳，刚刚那是僵尸袋鼠，袋鼠不是真的是这样吗？然后这样跳啊，真的啦。真的，
可爱的鬼是袋鼠王吗？很累，在公演上喊抠到睡着。哇塞，那你真的是有傻眼泪，你怎么那么吵还睡着啊？超吵的，吵到不行哎。还听到人家很开发，应该还不够累，这是责任感的问题。多吃醋，傻眼！我不会越挫越累吗？十小时都不会，但是超过十小时都会。谢谢马尔蒂的温柔礼仪，谢马尔蒂，谢马尔蒂。我哥好像用这首当过起床闹钟，不然我不可能会知道这首歌。哥哥，好不演，没关系，反正他一定有，他也用这首当过去闹钟，我记得很清楚。但不是这首让我做梦的，但他用这首当梦闹钟。不管有没有晚进教室，拖延下来都不可能，没错。就如果他真的有责任感的话，就不会晚进教室了。哦，你们听到晚进教室 ，OK OK， 就是有些车到大安就不提供载客，等到象山站再回开到大安才继续载。等一下，我要理解一下，有些车到大安就不提供载客，等到象山站再回开到大安才继续载。啊？啊？啊！什么意思？直播间老师如坐针毡，直播间老师吗？什么意思？我那没有理解。我可以理解，有些车到大安就不提供载客。到象山站，开回到大安才抵达。啊？什么意思？他开到大安之后，他就不提供载客了，然后再开到象山，然后再开回来到大安的时候才继续载客的意思吗？是这样吗？我跟红线不熟哎，是这样吗？我跟捷运都不熟啊。你的同校也是都不叫的，然后你就被司机叫醒了。我被吵醒过吗？应该是哦。胡猛好像好像哦，乌梅餐厅很舒服，很好吃，真的假的？我没有做过屋顶，好像没有。我喜欢看我影吗？喜欢，我喜欢写。刚刚你很像绕口令吗？越来越困惑。我还是直接说绝对消失好了，哎，不对吧？师大但不是老师，校友。哇，我的粉丝是不是学历都很高啊？
夏Kira的支付的守护灵，夏Kira，谢谢。台北的捷运都这么复杂的吗？我也不知道哎，跟捷运不熟。但跟信义安和中间有带撞轨，所以不用开到象山就能换方向。所以是什么意思？是他开到大安，他就停了，然后直接换方向，然后就要回去，这样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两个月没上去，变那么复杂了吗？会直接在大安换方向开，而且绝对是两头都可以发车。哦，对，也绝对是两头都可以发车。所以他到大安，他到象山，然后象山开到大安那一段是不提供载客，到大安才开始提供载客。我理解有正确吗？我还没看到那么后面，不要剧透我。我还没看到那么后面，我还没看到那么后面。我只有看到，我看到名人在开发人数那边，其他我都还没看到。先不要剧透我，剧透直接不可活，剧透我又诅咒你。开玩笑的啦，但还是不要剧透我好不好？不要剧透我。玩偶那个傀儡，没错，我喜欢他，我喜欢其。疫情后都开车，好怀念捷运。两个月没搭了，我两个月没出门了。捷运大师，每天搭捷运到学校睡多少呀？大安哦，大安不是。不是就那一所吗？捷运现在还有，我不知道，我已经两个月没出门了。没有，我是最近才开始看的。我是在家。上课的时候才开始看，因为太多时间了，然后刚好动漫都看完了，所以就开始看火影，然后看到现在，看到250、260集啊呢，但到现在还是觉得就是主角有点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小生气，再播一次。不争，不是不努力啊，不争气，就是一直被打，一直被打，就觉得气，就觉得他应该会比较强一点之类的。我还没看吗？看什么？红线那边很不爽。他会在大安把人都放下去，然后继续开下去，然后开到终点的时候再开回来。那一段不会载人的意思吗？是这样吗？不会载人，然后再从大安回去才开始载人，对吗？是吗？好累。好累。开到
没事，回转的轨道，会从那边回转到反方向月台。大家是不是都觉得那是啊？对啊，大家怎么都，大家真的觉得很熟哎、欸？还是大家其实都是捷运长、列车长？我还没看吗？还没看什么？中人好，中人好吃。其实我觉得前面真的都还好。可以直接看几分钟。而且前面第一季后半段真的是可以直接边看，虽然我都看完了。正常闹钟，但前面会有一个转特。在那会转向，好像不是螺旋丸，是卡卡西在练他的样子。哇塞！谢谢小猪的香槟，谢谢小猪。谢谢你。我记得你刚才，谢谢小猪的捕梦王，谢谢你，谢谢小猪。谢谢你。不是不努力啊，他很努力啊，但是就是进步的有点慢，这样吗？就是不想看到他一直被打，但他一直被打，所以就觉得安呢。哎，不要剧透我，我还没看到他研发出来，他已经去出任务了。他现在出了，他现在等。恭喜我还中了10倍。对啦，是进步不少了。还没结束节日话题吗？节日在新电站，尾巴会变成头。那列车长是不是要换？是不是要走啊？那他要走很久哎、欸，他要走一整条捷运、欸，是吗？技术上来说是这样吗？我肚子饿了吗？什么意思？你说回转寿司吗？很久没吃了。谢谢大家的戒指，谢谢大家。今天的目标是10000，开玩笑的，能多多就多多。谢谢怀怀的韩式花束，谢谢怀怀。我是看剧，我没有看剧场版哎、欸，我都看一集一集的。我 A 的地方可以不然超多，对啊，我都一直加速15秒加速，太烦了啦。相信我，其实我哥也这样讲哎、欸，那梗很红吗？我是看完才觉得不用看，全部都有看会有一起成长的感觉。什么意思？
么意思？我国文不好哎、欸，哇塞！是我国文不好，还是你们国文不好？但我真的觉得佐助不讨喜。佐助，我看到佐助出现啊，我觉得那个佐井，就是新家代替佐助的那个，他好可爱哦。但他我没有喜欢他，但我觉得他很可爱，有懂吗？就像我也没有很喜欢鸣人，就是没有到喜欢，但也没有不喜欢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他太好笑，他有个可爱的，他是小天使哎、欸，好好笑、喔，他真的是小天使哎、欸，超级可爱的，多金小天使，多金小天使，谢谢吉米给我玩手里，谢谢吉米高屋，开开。就是他一开始，我觉得佐助，我从其实我一开始还没看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最喜欢佐助，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不喜欢他、欸。为什么他那么受欢迎啊？他到底是怎样？真是完全没有办法哎、欸，超级不喜欢哎、欸，他就是很不讨喜哎、欸，他到就是他们就是佐井他们不是佐井鸣人他们大和大和他们三个他们四个人不是去他们的基地嘛，然后就看到佐助又出现嘛，他那时候也是很不讨喜、欸，我真的是佐助好像还好哎、欸，佐助我还好哎、欸，七斗里，对全身七斗里的地方。佐助我真的还好哎、欸，谢谢Ring的谢讯草，谢谢 Fan 的麦克风，谢谢 Fan， 谢谢。司机会走，但是司机好累哦，两边都有驾驶员，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在一边驾驶的时候，另外一边司机不就很闲吗？是这样的吗？好酷哦！那个带水的很快，你不要在那边哈喽咚咚，我笑死。以前都喜欢趁驾驶打开门的时候偷看驾驶仪式，有人不小心留在里面的时候，司机会很怕。哦，可是他很帅啊，还好，我觉得蝎比较帅，蝎是最帅的，哈哈。但是鹿丸，我觉得鹿丸如果长得跟蝎一样，我觉得爆喜欢鹿丸，哈哈。但是没有办法，鹿丸就是，但鹿丸还是很帅，鹿丸就是。佐井人生胜利组，你说 Ino 吗？佐井台湾翻译好像叫纪，真的、哦？酷，我也是小天使吗？谢谢。我看完最后的剧场版就是喜欢上鸣人，鸣人我其实不讨厌，还蛮喜欢的，就是还蛮喜欢，但没有特别喜欢。就现在就是蝎，然后蝎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是鹿丸、博爱罗跟小李，然后其他人都第三层，佐助在第四。佐助真的是没什么感觉，佐助就是佐助，对，这样，哦哦。没有，还有第五层，第五层是那个兜，我不喜欢兜。角色来说，我不喜欢兜，就是他的个性我也没有很喜欢。十几年老梗，真的被拿来吐槽。七百集很多，很好哎、欸。720集我超开心的，因为可以看很久，我超开心的。我到现在还没看《火影》的第五季啊，
我就一直在看火影，我在等火影的第五季。我一直很期待看火影的第五季，但我一直忍着不看，等他全部演完再看。好想看。阿凯，我现在有那么叫我不重要。OK， 那是漫画版。OK， 谢谢大家的戒指，谢谢。有人喜欢阿凯老师吗？阿凯老师蛮讨喜的。原司机休息，等下一班结尾。所以到底是不是两边都有警察？什么？两边都有列车长？不知道会不会达到今天的目标。中二就是爽，我说我那是哎啊哦，我最近不是也在看那个吗？太阳月亮。那个谁啊，莉莉爱他哥有个中二的，莉莉爱他哥出招的时候超中二，二爆，莉莉爱他哥有够，而且我原本一开始以为莉莉爱他哥是女的，我那时候看预告的时候，然后看他出现的时候，就我以为他是女生，因为他也长得很女，但他男的吧，哦，然后那个坏人呢？我把他叫柠檬公爵，那个坏柠檬公爵，我不喜欢坏人。他摔木木萧，哎，他怎么可以摔木木萧？木木萧比他可爱那么多，他怎么可以摔木木萧？可是他很帅吗？佐助吗？佐助之后穿大蛇丸的衣服，哎，我这边不行，哎，佐助不要穿大蛇丸的衣服好不好？超级不行的。女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的吗？我还好，我比较喜欢蝎或是鹿丸，或是我爱罗，小李也很可爱。后面有很多很酷的角色吗？那可能有排名更新再跟大家讲。佐助想成为火影，是鸣人吧？好，我不想这样，之后再说好不好？现在先这样，佐助先这样。第一天有人把佐助摆第四，速速进。你在干嘛？你赶快啊！我已经把那个挡住了，你赶快，快！你就是跟哥待在一起，他在厨房。看到外面他是个悲情角色吗？好吧，那我先原谅他。还有第五层，对，佐助那年纪刚好叛逆期，看前任觉得目前我还有最帅，我觉得鹿丸是最帅的耶。前就是如果第二层要分的话是。录完我爱罗跟小李，哦，然后我不是说就是片尾曲吗？就是现在的片尾曲是他们都穿西装，然后我爱罗穿白色西装，我直接吓到，哎，帅到吓到，帅到惊险！他穿白色西装真的是。惊吓到我，我直接尖叫，开玩笑，开玩笑。小李，你小李很可爱啊，小李超 Q 的、欸。佐助黑是我，也没有要黑啦，就是还好这样。小时候最喜欢我爱罗，哪有中二？我爱罗很好啊。你也爱罗，谢谢。先跟鹿丸，我会先救谁？哇，你们现在是怎么样？我
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喜欢鹿丸的个性吧，对啊，他个性真的是太完美了，小心小心，鹿丸个性太完美了，但鹿丸的个性，妈你门没关好，鹿丸的个性，但他的外表其实也还不错啊，他的个性让我喜欢他的外表，鹿丸也是死鱼，对。对，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上第二个实验，喜欢一个实验就已经够夸张了，怎么会喜欢上第二个实验呢？可是现在已经领便当了，对，现在已经领便当了，我真的是哭出来。最喜欢的角色一出场就领便当，主角群都不太讨喜。哦，我原本也没有很喜欢小，因为我觉得小樱很乱，就是他在跑，就是他在重要的时候都很来乱的感觉。但他之后也变强，就觉得还不错。鸣人也是，就是主角嘛，不会太讨厌。所有反叛都恨不起来吗？第六层安排为什么要这样？谢怀怀的红包，谢谢怀怀，小伤心，太久没有这样讲话。都是角色，很多人讨厌，真的。不是啊。就是在天地桥的时候都一直笑，哎，到底在笑什么？不好笑，一直笑很烦哎，不要一直笑。那来抱一下，不要闹，我直接崩掉你哦！敢抱我就崩掉你，我认真的。没啦，但还是不要爆雷好不好？看看爆雷程度，决定我要不要崩你。可能爆一点点我就会崩了吧，开玩笑的，不一定，不知道，但还是比较爆嘞。谢谢大家的戒指，班级对抗好看，我知道啊，我知道他们在对抗，我在想要不要等他们班级打完，然后要进下一个的时候先看班级对抗，但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会看完了，所以我还是等。全部演完再看好了。没有两边都有伏击，实际还是要走。哇，有人帮我解答这个问题了，谢谢你。我想说，如果两边都有司机，那个司机很轻松哎，就司机开一轮过去，然后就可以换人，他就可以休息，在车椅休息这样。佐助他制服哦，是啊，那为什么都不用穿？不行啊，我没有办法。哥哥被我赶到厨房。但是白金还是要看人穿的好吗？大家穿我的应援 T 就好。后面洗白角色我都会原谅嘛，要看啊，看他有没有那么讨人厌。他的角色跟他的讨人厌程度有没有抵消？不一定啦。白西装，对啊，不是我爱罗的发色，然后穿白西装真的是太好看了吧？虽然我爱罗没有眉毛，我觉得我爱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眉毛。我那时候是第一季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就是觉得他没有眉毛，真的是太可惜了。但他没有眉毛，也没有影响他的帅度，所以也没关系。是我爱我穿西装的关系，不是西装的关系，是人的关系。大家，哦对耶，哇，你说还有道理，环环，我没有想到这个。可是我觉得我救你，我应该会先溺死哦。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会游泳啦，而且我这么瘦小，
你要体谅我，而且也不可能发生好吗？不要问一些不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后一概不回答这些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太闹了，好不好？不喜欢，不喜欢这种问题，以后问的人我也不会回答。但也希望大家知道不要问了，好不好？我心里潜意识觉得十元是 OK 的，可能哦。人家只是科学家，我现在在听我的吗？对啊，听得出来吧？并没有啊，我，但是不要在那边 hello 哎、欸，超讨厌，这种留言超不行的。米水这种留言超不行，你不要再留这种留言了，很讨厌，真的不行 ，no no。你们两个都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们两个真的是不要这样。你们两个这种留言很不行，很不好笑，超级。你跟华怀的留言都不好笑，这种留言真的不好笑，认真。但你们两个可以结婚了，你们两个结婚好了，你们两个结婚，记得送喜帖给我，想看你们两个的喜帖。你们俩真的是不行哎，这种人不好笑，超级。帮青蛙 QQ， 不好笑，真的。因为我，你不是我要讲什么？我爱罗志比较帅啊，开玩笑。我爱罗就是比较帅啦，哭也没有用。我爱罗就是比较帅，认清事实吧。毕竟我爱罗是不存在在世界上的男人。麦考麦考，我不会问你，因为这里面有点太无脑了。我在想是，我刚本来想讲太白痴了，那好像两个都骗我很好哎、欸。我对我的用词向你们抱歉，但是这种留言真的是不太行，好不好？好咯，什么？看不懂，没关系，原谅你们，你们两个继续贴给我，原谅你们，不要太难过，但请不要再留这种留言，好吗？好吗？不要太难过，但请不要再留这种留言，因为真的不有趣，你没有必要啦。这个我不一概不回答。长那里，我爱的反应还好吧？不是长一样吗？还是再更长大？我不知道哎、欸。你说喜帖吗？没喜帖也不要，也原谅你了，原谅你，但是你们不要再留这种。就是什么救谁啊？谁比较帅？因为我一概回答我爱罗，然后你们又玻璃心碎的话，我真的是会很困扰，好吗？就是不用比他们，就是比较帅，好不好？我已经回答了，就
就是我要救你会是他们没有啦，反正又救不到，真是的。没人当我，那是要很久以后，那我要很久以后才知道我爱路会长怎样。目前是很帅，目前。我怎么知道啊？谁知道你们的玻璃心的顶点在哪里啊？超恐怖的好吗？所以我不喜欢你们问这种问题，就是这样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扰好吗？如果回答不好，然后你们又会难过啊？是怎样？是怎么样？你钢铁心吗？好，那还是不要问这种问题，因为我还是会困扰的好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是钢铁心。好吗？而且我也是不太会游泳的。啊，这也太好笑了吧！跟你们说。因为我上一次都戴着牙套，但我在家其实不太常讲话，因为我就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所以我不太会讲话，讲什么废话。但是我不戴牙套嘛，然后因为我钩子嘛，然后我一直讲，然后那钩子因为我讲话就是会动到这里，然后那钩子就一直磨，然后好像有点血味啊。甩一甩又是一条好汉，希望大家都这样子。这样牙齿会痛吗？牙齿不会痛，但是嘴巴会痛。不能暂时拿掉吗？可以啊，但是我有点懒。好痛！狗狗不在家啊，现在上暑假哎。我们很多修理玻璃、纱窗、纱门，纱好痛，纱窗、纱门、纱窗、纱门。我现在要研究怎么讲话不痛。我现在我会那样，大家讲话好像还会痛，大家讲话好像可以啦，但是大家听不见的人是有问题。我现在这样讲话就不会痛了，但大家听不见的人是有问题。我现在可以这样讲话。用眼神讲话。我要念榜了，不知不觉两个小时了，今天好像蛮快的哦。我要念榜了，大家，念榜。我今天从。第十二名开始练，第十二名是朱娜，谢朱娜。第十一名是吉米周，谢吉米周。第十名是，那是我吗？是我谢马尔基，谢谢。第九名是太阳马逊，谢太阳马逊。嘴巴很痛。第八名是傅维，谢谢傅维，谢谢。第七名是阿基拉，谢谢。第六名是咕咕猫，谢咕猫，谢谢。第五名是阿正，谢阿正，谢谢阿正。祝你修行成功，虽然不知道你在修什么行。
第四名是 Rain， 谢谢 Rain， 谢谢，谢谢 Rain。第三名是小猪，谢谢小猪，谢谢，谢谢小猪，谢谢你。第二名是 Fan， 谢谢 Fan， 谢谢 Fan， 谢谢你。第一名是花花，谢谢花花。谢谢花花，谢谢花花，谢谢花花，算了，但是你还是不要再问那种问题了啦，就是这样子。谢谢，可以重现个袋鼠跳吗？可以啊。这个很可爱吗？不是很懂。可以吗？罐头掌声，我的罐头是妈妈哦，妈妈掌声。OK， 掉滑滑的好多戒指。今天的戒指王是你，谢谢。真的，我不知道，我就是让他随便播。抓马尾的，可是我现在没什么马尾。这样有吗？我不喜欢短马尾，不太喜欢。我就抓个一秒，看你有没有截到。好了，就是这样，这是运气问题了，大家，这是考验大家的运气了，就这样咯。今天的直播就到1400了吗？虽然没有到2000，但还是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大家送了我1400的戒指，好疼。哦，那我们争夺战开始了，但是我要下播了，谢谢大家。好啦，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下礼拜直播时间呢，也是一样看官方脸书公布。然后没有然后啦，就是大家记得要去买生血针到20号。对，就这样。谢谢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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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